前方巡测轿车被警方前后包夹，眼见插翅难逃，没想到驾驶突然一个猛力倒车，冲撞后方警车，而远警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持警棍强硬破窗，将驾驶及乘客一男一女强硬拖下来。驾驶下车，立刻从恶霸变成小乖乖。警方从他们车上搜出了改造手枪两把、子弹、枪管及海洛因。原来陈姓男子在地方上贩毒，用枪自重，自行改枪，还将住家改造成一座小兵工厂。他与女友两人早就被远警盯上，一路尾随，眼见时机成熟，前后包夹，嫌犯如困兽之斗，倒车撞警，将他的车辆拦截住。那在巷口的时候，歹徒还企图冲撞我们的车子。亡命毒鸳鸯开着双 B 名车，大胆冲撞警车，用枪自重，差一点酿成双方火拼。幸好远警及时破窗拉人，没让冲突就此扩大。记者廖文斌、林世新、吴鹏新，云林报道。